我们现在来安装帕杰罗 V73 的后备箱拓展架，我们先安装侧面的。安装侧面的有两个安装位，一个是上面的支架原车安装位，下面的话就是一个我们的贴片无损安装。我们现在先拆上面的，把这个卡扣拆掉。拿出左边的支架，上支架，前长后短，这样安装的。拿出我们配的长螺丝，我们装好上支架之后，把这个侧架从这里抠进去，上好螺丝，先确定好位置。中间这个长孔的中间部位先不用拧紧，先戴好就行了。等一下装下支架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把它拆掉的。我们把这个侧架把它固定在这个位置之后啊，我们利用这个侧架把这个安装位确定好，对好螺丝孔位。好，确定在这个位置，用笔在这里做个记号。然后再把侧架拿掉，用助粘剂擦拭安装位置。这个记号在这里啊，撕掉背面的三分胶。我们会配四个铝棒，铝棒是同样的长度，装在这个位置，背面是这个螺丝，把它装好，拧紧。啊，我们沿着记号位置贴紧。用力按压，上面跟下面的支架之后，还是从这里面挂进去。先套好螺丝，不用拧紧。下面的话，我们要用短螺丝，好，把所有位置弄好之后，就可以把它螺丝拧紧。